带你过掉你，我带你入江里吼。啊，阿斌吼，阿家己啊，我讲，本来就本来当时打电话叫我讲吼，啊，伊今日这参与会，啊，是我来当家己啊麦克风的。我是咧想讲，啊，这参与会家己啊麦克风介绍伊牛排吼，啊，用讲简单无啥代志。啊，尾仔伊传一个这个名单给我看，哇，今日吼。拢是咱罗州的这个大人物啦，我讲，我甲阿斌讲，哎、欸，阿你讲好，吼、哦，阿斌讲无紧，咱罗州的这个大人物吼、哦，大家拢一路到顶，啊，所以讲，吼、哦，啊，叫阿斌蛮好安尼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讲，安尼我就怕放心，啊，第二只嘛，希望甲咱讲吼，啊，咱啊，那总共有这个不周转的这个所在，请啊各位再多多包涵吼、哦，多多指教。啊，首先呢，咱请咱的这个姚经理的大家长。陈立斌里长哈、哦，上台哈、哦，啊，来地主进来呢哈，陈里长请。谢谢谢谢，首先感谢我们的区长，我们芦洲区区公所啊，对我们一千里哈、啊，也是非常的照顾哈、啊，当然。我们一千里所有的志工好朋友，还有我们的邻居，我们这些团队志工，大家都非常的用心，所以这次我们在新北市的环境评比能够拿到五星级，也是我就任里长，不到一年的时间哈、啊，就拿下这个光荣的这个，这个奖。来，我先生，我先生先来报道一下。谢谢谢谢，辛苦了啊。当然，很高兴。像我们的志工哈、啊，每个礼拜六我们都在里面啊，那个打扫环境，而且我相信说，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对我们里的贡献啊，都是有目共睹的。在这里，我要谢谢我们所有一起。志工还有我们的里长好朋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那当然了，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啊，大家能够相聚在一起，也是要谢谢所有的长官对我们一心里的肯定，还有对我的支持，谢谢你们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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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陈立斌啊。